我操，都十年了！哎呦，怎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救命！染头胎，你救命！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我认识，我不认识。他说不认识你，放开！我报警了，我放啊！你小子干嘛呢？你别让我以后见着你多管闲事！一天天的光天化日的我，刚刚谢谢你啊！啊，没事，我赶时间。我们不要面试都迟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是路上有点耽搁了一下，我你走吧，这是公司规定。哎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啊？我，哎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我，哎，真的是，哎，是你啊？刚刚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举手之劳嘛，我。你在这上班？我本来是要在这上班的，现在上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哎，不说，电梯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下工作也没了，真倒霉啊，我。帅哥，等一下。啊，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老板想见你。见我？对。哎，老板，你找我？啊，是你啊？有驾照吗？啊，那肯定是有啊，我这十年老司机了，我都。那你也来接我。完了，我碰到不该碰的地方了。昨天在路边救了一个美女，她居然是老板，然后她想要我当她司机。哎呦，哎，老板，坐在这儿干嘛？开车去啊？哎，好，我的口香糖，我操，吐哪去了？老板，我们到了。嗯。我操，我口香糖咋吐这儿了？哎呦！你干嘛？哦，老板，你文件。哦。嗯，文件。哎呀，这。哎，完了。